对不起，我还等不到你介绍你自己，先告诉我一下，这首歌的词是哪一位写的？可是我还是想先介绍一下自己，好像电视之前的观众认识我啊。啊？来自美丽的广西壮乡，我叫阿贵。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？很简单啊，我就是想出名，就是想让大家认识我。那你真的有点二，救一下呗。来，